在上一轮海选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对选手进行过一次分组。接下来，我们将以组合为单位准备作品，组合为一到五人。在今天结束之后，请大家自由组队。听到那个赛制的时候，我们就往排练房走，大家就莫名的就聚在了一起。我说正好我这有一个我特别想在这里展现的一个作品，我说大家可以一起去把它排了。小姐说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就组在了一起。我这一次选择一个人呢，是因为我希望我做的作品是要有传达意义在里边的，而不是只是为了去燃和炸。有自己的队友在身边，其实就会非常安心。但是也有不好的点，就是如果我们这次失利了，那我们就全员淘汰，就也就是说整个节目上就没有我们了。司文队长现场表决，获得四票全员直接晋级，零票直接淘汰。获得三票或三票以下，将接受其他选手的作品call。有没有不服？哦，败组全员淘汰。我觉得我蛮喜欢这次组队搭配的一个赛制的，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是可能你一个人可以干掉五个人，这就很刺激啊，就很有看点。最后要提醒各位选手的是，60个晋级名额，只要坐满，就结束考核。未出演的组自动淘汰。哇！天哪！不是吧？跳都跳不了就走了。这次真的是很残酷，有很多人有可能都没有机会上场，所以说万一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抓住，好吧？那我们今天要先请出第一组选手，来了来了，哇哦，厉害了，哇哦哇哦，林梦、恒仔、叶磊，这组好可怕的，哎呀，好烦啊，最强的 Papa 在这里，他至少拿过三位数以上的冠亚军，孟哥是5+5的五虎上将之一。哈比里面顶级的，大比是比较偏全能一点的 dance。哇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神组合是吧？四位队长好，黄渤老师好，我们是雷霆大巴，雷霆大巴，嘎巴。啊，嘎巴，对不起，砍掉砍掉。其实我想代表我们五个人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后面的赛制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一轮用一个平常心，让我们五个人没有在一起跳过舞的这五个人，跳一个纯纯的 popping style 的舞蹈。这就是街舞，这组绝对精彩。哦吼，来吧，他们人随便跳的这个样子。Caus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 or just breathing? Caus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Red lights, driving at night, windowless ride, feeling alive, nothing in sight, forever in flight, follow those lines, we're making this tight. Show me your power.Perhaps a further demonstration of my powers is necessary. Hey.
I sha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ext match. Psych! Old school 很跳过来四位队长他们的选择是三二一电门跟唐仔都是我很想要争取的那个舞者他们两个都很强如果他们愿意加入我战队我一定拉他们两个进来就是一个很 old school 的一个 popping 的一个起舞，很好啊。一，一，啊，没事，你爱谁弄。哎，什么情况？哦，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好，来，我没有。好，来。感谢我们，没有没有。怎么说呢？他们都很强，但是呢，我特别想看他们 battle。那么接下来在台下的刚才摩拳擦掌的诸位，有没有不服？当时我们在等那个倒计时嘛。我们所有人都用死亡凝视在看着他们，你试试看啊！没有不服，也不会有人 quote 一般，因为就算是平票了，如果要 battle， 那肯定也赢不了他们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很服，我很服。三、二、一。他们还有很多更牛的地方，等会你会看到。去这个能够看到他们的实际实力，因为我刚才我离远去看了，不上来就算了，然后还有，看样是真的服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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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街舞，